AI 工具加上动画故事频道，到底有没有搞头？哇，这个博主仅仅只用了31支影片，就获得了几十万订阅和接近千万的播放，他甚至觉得一个账号还不够，又创建了一个新账号，同样也获得了10几万的订阅。你是不是也在想，动画频道要团队，要配音，要剪辑，要字幕，根本搞不来？今天全是技巧，手把手教你一条龙搞定，写故事、生人物、配音、翻译，创建一个动画故事频道。赶紧点好订阅，收藏赞，我们又要发车了。杨哥，快和牛魔王出来上车了。介绍一支影片从无到有，难免要借助很多 AI 工具，但是 AD Macro 可以帮你全部搞定，比如撰写剧本、生成人物、让照片说话、多语言数字人、口型同步、声音克隆以及双语字幕、影片翻译等功能，今天完全够用了。但我知道宝子们想的是，它到底靠不靠谱？倒是，首先用 AD Macro 的智慧撰稿功能写一个故事脚本，整体风格上我们就用目前比较火爆的吉卜力风格，这个可以让 Chat GPT 来帮我们完成。没有订阅为付费用户的宝子们可以用 GRock3， 具体操作大家可以看我这期影片。按照脚本内容，我们把所有场景的图片全部生成出来。像转影片用 AD Maker 的 AI 影片功能，这里也提供了比如复活老照片、拥抱、亲吻、打架、萌宠、做饭等一系列的模型，对新手真的非常友好，只用上传一张图像就搞定。宝子们可以根据需求选择，我直接选择第一个自定义功能，将我们生成好的吉卜力风格的图像上传进来，然后写上一个提示词，在下方选择好时长，最后点击生成，等待几分钟，咱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影片片段了。重复这个步骤，将咱们刚才生成的所有图像都进行这个操作，最后等待结果出来就 OK 啦。加一点细节，把所有处理好的素材全部导入时间轴，用 AD Maker 的智慧剪辑功能添加一些转场、特效等效果，最后要是再配上一段 BGM 的话，那就太完美了。说这样的影片已经满足不了你，别急，进阶玩法，我们把一些影视剧截图，然后用之前教过的方法转化成动画风格的图像和影片片段，然后把所有片段导入时间轴，利用 AD Maker 的多语言字幕功能为影片添加字幕。哇，真是这么多语种，宝子们做什么内容都够了。把双语字幕勾上，选择一个字幕样式，点击生成，这样外国人也看得懂。大大咩大，我叫大人啫，人咩人，大人叫得唔啱嘛？叫我得，啤又唔得。我啤咩啤？你啤我咯啤。你唔啤我，点知我啤你啊？我大人啤你贱人得，你贱人啤我大人得。哼！我堂堂一个举人，你叫我贱人，我要高上朝廷。贱人，贱人，贱人。嗯，大人你咁讲就唔啱啦，佢话晒都系朝廷音。入你老母！吓、啊，你唔可以喺公堂之上。入你老母！大人，唔使用到老母咁尽啦嘛。尽你老母个老母！同步。如果你觉得这样还是不够，我们可以生成其他风格的影片来丰富我们故事频道，比如一个皮克斯风格的影片，点击数位人功能，宝子们看到这里没有，它这个可以直接用视频进行口型同步，把生成好的皮克斯风格动画影片上传进去，在上面再上传一段影片台词，点击生成，一支唇形同步的动画影片就完成了。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，我没有珍惜，等我失去的时候，我才后悔莫及。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，我希望是10000年。AI 工具加动画故事频道，真的有搞头吗？有搞头。不仅达叔已经告诉你了，连开篇的案例大佬也帮你踩过雷了。优点是全自动，适合懒人没团队，一个人就能完成，而且基本不用跳转其他工具。但缺点也不是没有，有些功能要订阅才能用完整版，不过价格真的便宜，英文提示效果明显比中文好，这个要注意。总体来说， AD Maker 真的是我近期最惊喜的一款 AI 影片编辑神器，想入坑动画频道先从这个玩起就对了。好啦，记得点个赞订阅我，我每周都会实测一款新 AI 工具给你避雷踩点，留言告诉我你最想看我实测什么 AI工具，我会挑留言最多的拍下一支实测，我们下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